对了，你二弟怎么当了革命党了？哎，我二弟是我父亲和二姨娘所生的，但是我二姨娘走得早，后来我二弟跟父亲有诸多争吵，就离家出走了。我父亲要是知道我二弟当了革命党，家里又要大乱。那就先瞒着，你不说我不说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那我先谢谢你了。小姐，嗯，你要的东西我拿来了，放着吧。哎，魏碑讲究的是舒畅流利，用笔任意挥洒，你这样写的战战兢兢的，写不好的。你也会写魏碑？当然了。你写给我看看。好。我秦和生上辈子一定没有积德，这辈子养了一个这样忤逆的儿子，他喜欢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我管不着，也不需要他薛督军费心。大帅，这程昱好歹也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干嘛要这么铁石心肠呢？他到了国外三四年，回来都不跟我打个招呼，他眼里有我这个父亲吗？那要不是你逼着他去军中任职，他怎么可能跑到国外去上学呢？那程昱已经算是好的了，你看看那个二姨娘生的那个，那才是野马张飞的性子呢，这些年在外面还不知道造了多少孽。你不要借题发挥，我们现在讲的是程昱的事，别把赵云扯进来。哎，大帅，大帅，父亲，父亲，老爷，快，父亲喝水。本来心脏就不好，前几天陆医官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你千万不要动怒气。我才不过说两句，发那么大脾气。我把话说到头，谁都不可以去韩平看程昱，谁去了就别回来。那程昱去韩平还不是为了去找那个赵玉吗？啊，有我二哥的消息了，他有没有危险呢？你呀，就知道心疼你二哥，到底是姨太太生出来的，终究一条心。母亲，我是问了唐副官，知道大哥没有事情，所以我才这样问的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。小玉啊，陪我到书房去清静清静。来，真是急死人了，就这程昱一个人在韩平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太太，要不我去一趟。程昱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，论理说你去是最合适的，可是大帅刚才的话你也听到了，谁也不许去。他要是知道你去以后，还照样会发脾气的。对，倒也是，总得想想办法。太太，要不找一个不是我们秦家的人去看看大少爷。不是秦家的人啊。天了，蔡老板，人呢？人呢？人来了，来了，蔡老板还没来。这就是我外甥女儿。哟，不错不错，你这外甥女儿真不错。回头别叫老板，你只管我叫你舅舅吧。哟，你可不能这么说啊，这可折我的寿啊。这什么寿呢？要不然干脆带回去得了啊。好。
小姑娘动手动脚的，这误会，这完全是误会。我这打着路过，我回家，没我的事。再见，唐队长，再见啊。没事吗？唐金叶，真是谢谢你了。贺兰小姐客气了，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自然要照顾。你在这儿，那仲琦他在不在？大哥有要事在身，刚刚回督军府了。倒霉呀！跪下！师弟，住手！走！干什么？走！什么战斗？凭什么杀我？喊什么喊？过来！你们有没有王法？你们怎么随便抓的？高参谋长，我问什么你就回答什么。这些金子就是你的，你要是敢耍什么花样。是是是，你问什么我就答什么。但凡有半句假话，我就是王八畜生养的，你就是我亲爹。哎呦，骂谁呢？不，薛景德一共向白俄人购买了几次军火？两次。这一次的时间和地点？7月15日晚上8点，在卢沙当。高参谋长，我只是给薛督军牵线搭桥挣点钱，我其他的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，蔡老板，看你这满头大汗的，想必你也知道什么叫做杀人灭口。唐队长，唐队长，饶命，饶命，饶命啊！想要饶你的命，可以去给家里打个电话，就说这几天你不回去了。是是是，我打，我打，我打。饶我一条命，我什么都干。督军，您找我有事？姓蔡的去哪儿了？已经和白俄人谈好一手钱一手货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说他到上海去干什么？上海那边要比
这次交易更重要吗？是他四姨太打来电话，说是要去上海收账。白鹅那边是蔡老板单线联系，早就定下了时间地点，货已装在船上，在运往途中。刘军，临时变更可是不得了的大事。 高仲奇，我看他十有八九是落在高仲奇的手里了。那我们不去收账了？这么大一批军火，怎么能不接？万一高仲奇盯上了这批军火，我们岂不是自己把自己给坏了？哎，督军，蔡老板吉凶未卜，我们不能贸然去接货。 当然不能去，督军，也不能就此罢手啊！派一个人去。 知道了，我要是老这样放你进来，校长就不让我在这儿干了。校长要是把你辞退了呀，我就让我姨妈再给你找份工作，肯定比你现在挣得多。真的？哎，进去了。哎，丫头，你姨妈她还好吗？我姨妈好着呢。七叔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赶紧去上课了，再见啊。 慢着点儿，别摔了。知道了。同学们，这位是新来的算学老师，从今天开始就由他来给你们上算学课。老师，我。 接到这个学校聘书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可能会遇到你，没想到这么巧，当了你的算学老师，真是好事。哎，那你突然到我们学校来当老师，你是不是已经从督军府搬出来了？搬是已经搬出来了，不过我现在住在学校的职工宿舍里面，还没租到房子呢。哎，我知道一处空房，独门独户的院落，很适合你啊。是吗？啊，哎，我现在带你去吧。啊，走，这边。 昨天晚上秦大公子就出了督军府，薛督军是怎么也留不住，非走不可。负责保护秦城玉的人都安排妥当了，都是我们的人，保证出不了差错。那不是贺兰小姐？我说怎么秦大公子昨天还专门向薛督军打听贺兰小姐所在的学校呢？今天就来当老师了？大哥，来者不善。 废什么话！景叔，姨妈，真漂亮，坐下吧。盛小姐，请喝茶。我今天找你来，是有件事情想拜托你。姨妈有什么事，直接吩咐就可以了。 程玉回来了，程玉回来了，真的吗？在哪儿啊？程玉一回来就去了韩平，可倒还被人当成了革命党，还差点就……哎，你这个表姨丈就更倔，他还不许我去看他，真是把我给急死了。姨妈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去韩平啊，把程玉给您劝回来。好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和程玉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又好。 程玉呢，又听你的话。哎，这样吧，我让根伯跟你一起去，这沿途啊也好有个照应。嗯，好啊。程玉，他是住在韩平的督军府吧？
看看，怎么样？这以前是我小提琴老师租的房子，所以房东跟我很熟，谈起来也比较方便。你也会拉小提琴啊？你也会吗？我最拿手的是舒曼的《梦幻曲》。舒曼我知道，他跟克拉拉之间的爱情啊非常浪漫，就像我们中国的《梁祝》。可惜《梁祝》没有小提琴曲，不过你可以拉别的曲子给我听听啊。我的小提琴坏了，我又不敢跟我姨妈说让她给我买新的，要不然又要被她唠叨一顿。我家里有啊，要是你喜欢的话。谢谢秦老师，我现在已经存了很多钱了，再过一阵我就可以买一把新的小提琴了。那好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贺兰。谢谢你。那我的算学成绩。自己努力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以后少跟秦成玉走在一起。为什么？他对你有别的心思。你别胡说，人家是好人。他人再好，你也少跟他交往。我又不是你的兵，凭什么听你的命令啊？他现在是我的算学老师，我们每天都会见到。别闹了，上车吧。我不上，谁先爱上你的车呀？你长本事了是吧？都骗到我头上来了。我怕跟你说了，你不准我跟他去。就是不准。他是什么人啊？平日里跟什么人来往啊？他的城府和心机，你这种小姑娘对付得了吗？他又不是你身边那些老板，他才不会害我呢。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不许再跟他来往了，否则我打断你的腿。凭什么呀？凭你是我养大的，从现在开始什么都得听我的。我是你养大的怎么了？我又不是你生的，我有自己的爹娘。你爹娘？你爹娘一生下来就把你给扔了，连个姓都没给你。要不是我含辛茹苦，你活得到今天吗？你凭什么这么说他们？你要我花了多少钱？等我爹娘回来，全部还给你。还给我？我这些年，你还得起吗？谁稀罕啊？我又没有逼你，是你自己愿意的。我。
回来。不愿意我们两个在一起，以后我们有的是机会去改变他的想法。不过如果你现在放弃，我们连机会都没有了。我不能没有你。可是我姨妈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不想看到她难过。那我呢？难道我在你心里一点分量都没有吗？你别逼我了。是你在逼我。我不想再跟你讲话了。回来。茶楼等你，你不来，我不走。小心台阶。梅儿啊，这次我可全都仰仗你一个人了。我再帮你这一回，可就没有下一次了。明白明白，我这都是被那个高仲奇给闹的。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杀了秦鹤生？报仇的事，何必急于一时啊？只要秦鹤生在我们手里，你想让他怎么死，都随你。当初他是怎么害死成哥的？我就让他怎么下地狱。那可是一场大火，烧得金石城尸骨无存，那等惨状，我现在想起来心有余悸呀。不要说了。错了，不是这么算的。我累了吗？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秦老师，你说这个世上有没有梁祝那样的爱情啊？明德教会女中，你到那里去找她吧。石小姐，时间还早，咱们就去这个学校。嗯，黄包车，哎，来了，来了。梁祝只是一个传说，只有你们女孩子才会当真。可是他们的爱情真的很美，宁愿放弃世界上所有的一切，也不放弃自己所爱的人，这就是我追寻的爱情，灿烂、热烈，哪怕是飞蛾扑火，也要追寻那一瞬间的轰轰烈烈。飞蛾扑火的不是灿烂，那是惨烈。真正的爱是相濡以沫，在艰难之中，两个人能够相互相守，是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那如果受到阻碍怎么办啊？这世界上没有走不出来的困境。可是无论他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你都愿意相信他、保护他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懂了，我真的懂了，谢谢你，秦老师。哎，贺兰，你去哪儿？我要去茶楼。哦，你说的是秦老师吧？
对，就是他，他现在在哪儿啊？就在里面呢，我进去了，太谢谢你了。薛静她动手了。性命，如此下去那还了得？早知道我就不应该把这封信拿来，让他死在外面一了百了。站开，大哥。薛景德算什么？军火算什么？我们苦心经营这十几年，不就是为了取得秦和城的信任吗？眼看马上就要成功了，难道你要自动放弃吗？江承志，在。把汤队长给我拿下。是。怎么？连你也想抗命吗？是。江承志，你放开！参谋长，还是带几个人去吧，谁也不许跟着我。大哥，我们成其大事，怎可负人之仁？你不过是为了一个女人，她就是那个女人呐！她是我这辈子唯一爱的人。大哥，走，放开我！想办法出去啊！不知道他们那帮人会对我们怎么样呢？他们到底是谁啊？把我抓起来算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！快过来帮忙！哦，我们就顺着这个窗口爬出去就行了。可是这里有铁栅栏呢，先爬上去再说呀。
什么两个人一起抓？老大，刚才他们一直在一块，来不及啊。喂，我说你们到底是谁啊？什么贺兰不贺兰的？我是沈静书，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快点把我放了！我是贺兰，你们要抓的人是我，不是他。就是你，照片上的就是你。是我，那你们放了他，放了他，把他带走。是是。啊，走，你们放开我，走，杀头，快点。我找徐叔。贺兰在哪儿？请坐。请吧。这是酒吗？这酒里我下了毒，想要你的命，你怕吗？贺兰在哪儿？秦大公子，薛督军不在，没有薛督军的命令，我是不能给你派人手的啊！你一个督军府帮办，难道连调动一个侍从队的权利都没有吗？这个我倒是有点，不过。要看是干什么，绑匪绑人是警察厅的活，让督军府派人，未免小题大做了点吧。他们不是普通的绑匪，他们是训练有素的军人，你叫警察去根本起不了作用的。大公子不必着急，这样吧，我派人给你找找。来人呢？帮办。去找找薛督军，说是秦大公子要见他。是。这样可以了吧？大公子啊，绑匪绑人不达目的是不轻易撕票的，况且撕票并不好玩，您说呢？高参谋长，我听闻你去年剿伐土匪，赫赫功名。如雷贯耳，就连我都不禁为你折服。可如今，你心里居然一直挂念的是一个小姑娘，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很简单，合作。和你？不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区区小卒，能跟您服役大白，我已经很是荣幸了。哪还敢痴心妄想啊！不过，你要是答应与我们合作，我们家主人会出面与你面谈。你家主人是谁？现在不便奉告。不过我家主人久仰您的威名，深知薛景德、彭喜和不过是草莽之辈，成就不了大气候。高参谋长，您乃当世之英雄。岂能屈居于他人之下？请。督军的意思，沈督军和高仲奇一样爱少爱娇，他女儿死了倒更好。沈督军听到这个死讯，希望他在向平口打一个全军覆没的败仗。秦大公子，真的是非常不凑巧啊！薛督军不知上哪儿去了，实在是不好找啊！您看怎么办？不用找了。既然没有薛叔的命令，彭帮办不能擅自行动。那如果是我父亲亲自下的令，你总能够派人手给我了吧？
告诉他，立刻从他那个什么什么学校辞职，滚回楚州。这一点办不到，什么都不用谈。是。大帅让你辞职，回到楚州。好，我答应。姨妈，仲琪，我怎么办啊？你以为凭这三两句就能挑拨我反叛秦帅，做一个不忠不孝的人吗？高参谋长，我想让你现在最头疼的应该是薛督军那批军火吧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薛督军私底下有日本人照看，他通过日本人和白俄的军火商交易，已经换了新的交易地点。这批军火到底在何处？你想不想知道啊？那你也一定知道，他们已经绑架了贺兰来要挟我。现在就算开出天大的诱惑，也休想让我点一个头。我真是不明白了，一个于军的参谋长，放着送上门来的功名利禄不要，居然为了一个女人身临险境。你真是不要命，这个女人就这么重要？重要的你可以为她去死？你还不了解我，我最恨男人不听我的话了。你也不可能活着出去，不如我们大家死在这儿。那我先杀了你。别威胁我，杀了我，贺兰小姐更活不了。救不出贺兰，我就和你玉石俱焚。搞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弄得两败俱伤，我们谁也占不着便宜。不如这样，我可以告诉你贺兰小姐在什么地方。我们放下枪，各退一步。